大飛安天下，今晚冇一人唔收聲，咁我做節目可以輕鬆啲。咁遲啲睇下過埋今個月，好有可能我就會變成咗一個全部做直播，咁減散人手，減散疲憊，去做我自己嘅嘢。咁啊變咗可以長期咁樣啊減一啲成本。咁嚟緊網台咧就情願做多啲製作，好似拍一個無謂人咁樣。其實我已經拍了四集的一個無謂人，咁咧就停了，咁嚟緊嘅可能下個禮拜我又復拍一集，因為好簡單，呢一次咧我仲嘗試下用我哋自己即係新買嘅器材，好平，咁咧就俾人剪片我哋做拍咧，我自己一個人做得啦。咁亦都係咯，如果我推介嘅係正嘅話，我相信都有收視。咁希望大家支持啦。咁網聚嘅嘢，過埋10月20號。咁如果司法覆核有多少眉目嘅話，我會搞一次網聚。咁啊，淨係招呼會員。咁咧，希望呢次會更加好。咁預4圍至5圍，或者再少啲啦，唔好太多人，變成咗可以咧坐埋大家傾下偈。咁啊，亦都多謝好多經常幫，即係經常支持我嘅人啦。有好多嘅，好多嘅，咁我都真係見到。咁嚟緊會更加多唔同嘅活動啦。咁都會凡係會員都有份嘅，好似我哋而家嚟緊一啲好平價嘅嘢，同埋一啲好超值嘅嘢。如果一開放嘅話，可能咧我去嚟緊，我會去幾次旅行團。咁我諗住去到過年之前啦，可能我搞一團旅行團去馬來西亞。咁由當地有牌嘅人去負責，咁我哋去馬來西亞咁誒玩一下，因為我好想就係話同一班好老友嘅人去，咁亦都想搞一次台灣嘅旅行團。咁我自己寫行程，跟住嗰邊揾接待嘅人，咁啊10多人啦嚇。我係一個好中意旅遊嘅人，咁我想開始陸續咁樣做翻呢啲，跟住又拍翻啲片。咁啊一個月諗住出去4、5日，去唔同嘅地方介紹唔同嘅嘢。咁我相信呢啲可能會吸引啲。咁我唔係一個打卡嘅人，我一個比較平實嘅人。咁我帶你行街市，我諗都 OK 嘅。講翻台灣最新公布嘅就係國防部長邱國正喺今日證實咗，就係佢哋招標45萬公尺嘅防彈纖維布，俾承包商以中國製嘅不良品敷衍交貨，因為呢個軍用嘅軍備嘅用品清楚規定唔能夠用大陸貨，但係接到檢舉之後，軍備局做咗好多嘅查訪，的確發現有咁嘅問題，接住就依法偵辦。佢指案件已走入法律嘅程序，軍備局絕對按照程序走，唔會逾越規範，有問題就會坦然咁樣面對處理。國防軍部備局近嚟招標45萬公尺嘅防彈纖維布，竟然遭承辦商偷龍轉鳳，以中國製嘅不良品敷衍交貨。由於呢一批布料將會為國軍避彈衣之用，如果兩岸一旦發生戰爭，這個防彈效果如果不如理想或者不佳嘅話，導致前線官兵遭殃。邱國正得悉之後，震怒，更加下令徹查。在2019年1月，大同與大眾公司以總價值2.4億台幣得標，大同後來委由協力廠商工衛公司生產該批的防彈布料。不過軍備局在2019年4月驗收第一批貨的時候，質疑工衛公司從中國進口原料沙線，因為違反進口貨品原產地不得為中國製品的合約規定
唯由拒收，双方爆发合约纠纷，诉讼法院。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出奇，当两边已经其实去到一个战时状态，即是说你不妥我，我不妥你，分分钟引起台海的战争的时候，就有这些这样的台湾商人出卖台湾。咁当然啦，一个中国可能佢系中国嘅厂家都唔定，因为事实上喺台湾大量嘅台奸出现，好简单，就以国民党不分党委嘅呢啲咁嘅吴思怀，佢曾经做过国民党嘅高级将领，佢退咗之后，而家由国民党推荐，唔使经过选举都能够做到立委。他亦都參與了很多的國防的委員會，他得悉很多台灣的國防準備，但是他亦都經常參加中國兩岸的交流會，甚至當見到習主席他起身拍掌，當見到中華民國國歌好像我們香港人一樣站起身敬军礼，就是这些人。咁我问啦，其实你要解决这些很简单嘅啫。凡系同中国有来往的公司不会录用港元，就是咁简单。即系好似美国一样，美国的晶片公司而家做得最绝的系乜嘢？去到个人层面。打擊到盡，而家有200多个美國人、台灣人同埋大陸人即時要翻美國。下次同大家講，當軍備嘅時候，你都唔能夠確保安全嘅話，你點樣搞？喺呢件事上高，我覺得台灣做得相當好。點解？如實交代，唔好臭屎密冚，即係話做得唔好。最緊要公公道道喺法庭解決呢件事，而將國防嘅漏洞公之於世，然後作為一個修補，呢個先至係正常嘅行為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就會好似見到中國當日嘅東風萬事，百幾部車，使咗接近100亿嘅錢，跟住開向呢個中印邊境，結果石頭。都可以掟得爛呢啲裝甲車，造致到即係話有官員嘅傷亡。跟住東風猛士啲車全部暫停，點解啊？係因為大量嘅錢唔知去邊，然後東方猛士付計冇問題，但係將貨就價，明明係一啲純度極高嘅鋼變成咗鐵皮。之前喺3年前我都同大家講過呢件事。軍備不是儀器，因為軍備就是國家的顏面，軍備就是說戰士的保障，尤其防彈衣。節目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share 訂閱課金看廣告，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同比賽，帶給我天下，需要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